觉醒年代的首映会，三二一。醒年代，七月十二号起，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，综合娱乐台。革命固然会流血，但是我想请问你，君主立宪便不会流血了吗？觉醒年代是一部优秀的作品，它严谨真实地讲述了历史，很荣幸能够出演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。请继续收看觉醒年代，在香港无线电视综合娱乐台播出。